微笑的背后，暗藏危险的轮廓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放在头痛痛，就像做梦幸福的错觉，很温暖，很包容。也许还期待，这是致命的冲动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因为爱，还是未知的未来？请放松摇摆，在你三百米之外。